赛德克巴莱壮阔场景的幕后推手，日本首席美术指导总田洋平，27日开始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展览，展出特别企划《借物少女艾丽缇》。此外，赛德克巴莱片中的飞机、山炮等道具也会在这次的展览中看到。展览的一般通常大家比较没有机会看到的电影的场景的一些制作物，比如说绘画、图面、一般的设计图面还有模型等等。总田洋平的电影世界展览自27日起在台北松山文化园区开展，展出期间至明年的2月17日。这次展览呢是我的电影美术的集大成。台湾情报记者蒋凯俊报道。